哎，你看今天怎么啦？没什么呀，今天的月亮挺圆的。 在干什么呀？不是你说你想吃饺子的吗？要不然先把刀放下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你是想说你和宋希的事？你都知道了呀。 热搜第一了，能不知道吗？好，大饶命！你先把刀放下。我今天跟他谈工作的时候，江雨辰也去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拍到江雨辰。我真的跟他没有发生什么，我没有背叛你。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，累不累？喝点水吧。该不会要谋杀亲夫吧？不用了，我不渴。喝点吧，我没下毒。 不过说真的，我今天都跟他没说上话，他的狗出事儿了，我跟江雨辰在酒店等了他一下午，不信你去问江雨辰。他也有狗啊，那你俩还真挺有共同语言的，真好。好什么呀？全世界那么多人有狗，我跟他们都有共同语言啊。二狗也会吃醋的。 你跟我说这么多干什么？不是我真的跟他没有什么，你相信我。你到底生没生气啊？我干嘛要生气啊？这些营销号听风就是雨，我这么一理智的网友，怎么可能会相信他们？ 吓死我了！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爱奇艺。